第一组啊，让我吓了一跳。单看外形就知道是香蕉。你有必要过度强调你自己吗？Ladies and gentlemen，香蕉哥哥，葡萄姐姐。欢迎。我是香蕉。我是葡萄。香蕉哥哥，这个一看就知道香蕉。为什么啊？它是香蕉外露，有没有？哪里？它就是包着香蕉皮，你没有看到吗？那个头部还有那个胶型都出来了。那你们今天来是要做什么的？好，我们现在推出了我们第九张的专辑。第九张，你们好会发，非常好听。四位一起，四位一起。西瓜哥哥，还有草莓姐姐。这个摄影棚太欢乐了，你看，对呀、啊，有这么多，有昆虫，对不对？哈，还有好年轻哦，算是水果，水果，对不对？还有动物园的代表，动物园是谁？熊猫啊，传奇，宪哥的歌迷，怪话哎，他很有才华，他很会画画，而且真的进步了，现在竟然使用 LED 看板，他真的好专心哦，哇，不是要出来跳吗？开玩笑，这个小朋友的天王天后都在里面，一起来欢迎水果家族。小蝴蝶姐姐，木子，你会吗？我会，我会。你会啊？来来来来，我们不会了。邀请我们了？我们不会了。大方好邀请我们。各位，你没有转错台，这里是我猜，我们节目还是有新三色的。Oh my god！ 等一下就会回来了。对，新三色，等一下就来，等一下就来。好，可以啦。太好太好，那你们这个啊，是不是很好听？我刚才是什么世界啊？好迷幻哦。说什么？见面会的时候。